这一波呢19回合天使对面女儿村之后地府狗爹1.0元可以演了，但只能有一把单眼，对于紫禁城来说啊肯定是不拘泥于这个地府是顶针挂种的这么牛逼，不拘泥于这个1.0元的延长的，那可能要去再挂一把，你看是不是挂大行，可惜没有种。顶针要连续挂中2次的话有点假，单烧加力劈3400壁垒跟上，但是没有用。好，直接拉地听啊，地府把延长先开掉就行了。我们下端可以去那个，下端可以。下端可以加战地，应该是一个好，大王去破血了，没去扫和尚点渡劫金身的话，地府舔了啊，也没延出去，我操，这他妈什么鬼啊！风云变色一把秒六，鬼魂秒飞，孩子一丝血，然后可能会去封啊，可能会去封对战方的一个盘丝，防止幻金属。好，还是选择了赤炎战敌，砸紫火，出手了，超快，盘丝法防还可以，大唐地府的法防一坨屎。地府压根没法防，化身盘丝还是有的，砸紫火，可惜紫禁城地听都出手了，再来一只，小死都没给上，地听太快了，扫盘丝1000、1800、2300、2600，法系跟上秒的话，盘丝直接拿下，虚弥了。那么也是顺利拿下比赛，紫禁城目前1胜。起来接把罗汉没什么意思，我们看别的赛组的一个情况啊。明秀元战胜了慈光阁1胜。曲阜孔庙战胜了昭君台1胜。大观园战胜了避暑山庄1胜，雪山战胜了小梅沙1胜，夫子庙在对阵苏黎春晓。徐志州在打胡光炎，徐云楼打西栅，万里在打珍宝，国子监打紫红山，紫禁城1胜，然后生日快乐打文昌阁，很多区没看到啊。郑怀楼呢？郑怀楼看没看到啊？哦，郑怀楼转区了，对，郑怀楼。郑怀楼转去了去哪了？我看一下啊。我总跟他们总指挥一直打德州，所以说他转去了。我之前听他好像去了逍遥城，去了逍遥城。郑怀楼去了逍遥城啊，去了逍遥城。
生日快乐也赢了，一胜。